请讲一段绕口令啦。请讲一段绕口令吗？这我真不知道。哦，请说一句你好亮啊，你好漂亮，你好漂亮。不是，不是啊。石凯回答错误。不是吗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。这个游戏的规则是，回答错误率最高要接受游戏惩罚。哦，不是这么说吗？不是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回答错误率吗？就是我只要不回答，我的错误率就是零。对，从来不，从来好吧。刚才这道题的问题是，请说一段绕口令。请讲一段绕口令啦。绕口令，绕口令啊，绕口令，好难啊。绕口令啊，绕口令，就是，算了。你更中意唱歌定跳舞咧？你更喜欢唱歌还是跳舞？哦，答案是都喜欢。哎呀，都中意啦，中意啦。你最近喺度听边首歌啊？咩啊？你最近喺度听边首歌啊？你最近有没有听伊森歌啊？什么歌？你最近有没有听伊森歌？什么伊森歌？你最近有没有听亚森歌？亚森歌？你来。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这错误率太高。你最近在度听边首歌啊？猜一个，你猜一个。你对了，我把这个铃铛吃了，真的。哎，我忘了。你最近都在听什么歌？对的。对的。你对了，我把这个铃铛吃了，铃铛吃了。对的，对的。我最近都在听粤语歌。什么歌？粤语的什么歌？红日。好。